来，我们出来了。看，你看我的老虎是转啊。我们马上就到动物园了哈。耶！耶呀！快来快来，小姐老师，二三六七八，五个，五个，这呀真多呀。为啥子今天我们弄热都带着娃儿些出来耍？因为明天啊，我们还带果果去做个小手术。做了的话哈，就让他就在家里边休养了，也出来耍不得，所以说提前我们先去耍了。你不要怕，有爸爸在。这儿我买门票，花的钱你回去捡私房钱拿给我哈。才不。为什么？那可是我的。宝贝，我们要进去了，高不高兴？高兴。快跑，车跑了。就睡了。啊。是绵羊，体重绵羊吗？那个有脚的，就是马路吗？好像绵羊哦。哎，那个马，我感觉马两种保护动物了，全部是保护动物。啊，这里面全是保护动物。过来，这边好多熊。熊。过来，小好多熊，真的是公的狮子，狮子好大呀！这个也属于白虎，好看吗？二姐，三三，好玩吗？你捏着鼻子做什么？有点臭。快点过来看大象啊！大象，你看它要扑水了，你看。哎，其实大象它其实也有鱼饵袋。嗯。我可以喂它。哎，它咬。哎，得不到，人家得不到。它要想吃东西，你看。哎呦，他给抢给了，他来了，他们想吃东西来了。哎呀，下来。哎呀，你不要拉着二姐嘛，你也慢点。你怎么这么调皮可爱呀？啊，他爬到桌子高头来了。走开，快点下去，下去。快点走了。哎呦，走了。爸爸走不动。你走不动了。走得动不？哎，我是走。你走得动不？走不动了。好，爬上去。好。爸爸坐这个车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爸爸。舒服吗？开车。走，我们去玩一个项目好吗？玩什么项目？我想玩水上项目。好玩不？好玩不？我跟你说不听你安排啊，我说热的要去别墅的，往年跑来这火车来耍，热够干了，明天一小时给想耍水了，裤子也没带。算了呀，走，今天晚上请你们吃好吃的。走。吃啥好吃的？我要吃烧烤。啊，走嘛。走。耶，老人猪来了。哎，你看我老虎是猪啊。哎，我说吃个烤猪，别你想啥子？吃个烤猪，哎，走，开整。妈妈，大姨哥是什么？猪，你们是龙龙，不要吃哦。你们也是猪，不能吃哦。这是爸爸。你要吃不？你咋吹哈你？开玩笑。猪一样的队友，这简直就是。刚才一直说的是爸爸。那是我猪爸爸。乱说！你是三三猪。哦，耶！来，这个给你的。这个猪脑壳给你，好像。我们个分啊，猪脑壳、猪脚脚、猪尾巴、猪肚皮、猪排骨，一个人一坨。我全要。来，妹妹。吃鸡翅吧哈，吃个酥贼哈，然后头好好的梳一下，来，梳梳来，谢谢，乖，来，看看你吃这个好不好？谢谢，那有点烫，你拿着这个，对。
你要吃鸡腿不？啊不，我要吃猪肉。这个吃个鸡屁股好吧？吃个鸡屁股。不，留给我爸吃吧。我爸最爱吃鸡。那你吃个鸡皮，那你吃个猪就可以了不？啊不，我要猪身肉。猪身肉啊，那吃个猪排可以了不？好。鱿鱼水饺、鸡屁股还是烤的可以。那么在鸡屁股吃了，再吃个猪屁股嘞？那么老路算到底走呢？我看你真的是。